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寰宇天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宣布，从10月1号起，巴黎环城大道的限速将从现有的70公里每小时降至50公里每小时。这一决定标志着巴黎市在城市交通管理和环保政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安娜·伊达尔戈在接受 RTL 电台采访时表示，这项措施自2018年起就开始筹备，并得到了巴黎市议会的高度支持。他表示说：“我们已经就此进行了多次投票，几乎获得了一致通过。”他还补充说，降低限速的目的是减少噪音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并提高行车安全性。尽管这项政策在市议会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但它并非没有争议。政府对此举存在一定的反对意见，认为可能会影响交通效率。然而，伊达尔戈坚信，长期来看，这项举措将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多好处。此外，伊达尔戈还重申了他希望在环城大道上保留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设置 的专用车道的计划，这条专用道将用于共乘车辆、出租车以及公共交通工具，旨在减少单人驾车，进一步缓解交通拥堵。他承认这项决策最终取决于国家层面，并透露他已经请求总统马克龙不要撤销这一计划。面对即将到来的限速新规，不少巴黎市民持观望态度。有市民表示支持，认为这有助于改善生活环境和行车安全；也有人担心限速降低会加剧交通拥堵，影响出行效率。无论如何，这项政策无疑 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引发更多的讨论。巴黎残奥会闭幕之际，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和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对中国传媒集团全面报道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表示祝贺。法比尤斯和拉法兰分别致函中国传媒集团，对中国传媒集团转播和报道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盛况表示赞赏，强调中国传媒集团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法比尤斯和拉法兰在致中国传媒集团总裁盛海雄的信中强调，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 分享和庆祝世界多样性和文明成就的时刻。他们表示，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是展示法国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很高兴看到中国传媒集团在转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法比尤斯和拉法兰还对中国传媒集团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举办的活动表示赞赏。 法比尤斯在信中表示，非常荣幸参加今年中国传媒集团在巴黎举办的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文化和人文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应予以大力鼓励和支持。 拉法兰在信中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法国电影周、中法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等文化和人文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法中两国的深厚友谊。他说，中国传媒集团的积极贡献和远见着实对两国交流至关重要。拉法兰指出，法中两国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他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探索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增进相互了解，进一步丰富两国的文化交流。 俄罗斯称，其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又控制了顿涅茨克的一个定居点，而乌克兰则在同一天报告称，根据其有关冲突的最新消息，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局势依然严峻。 俄罗斯国防部报告说，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军队在与乌克兰军队的交战中摧毁了乌克兰坦克、装甲车、榴弹炮和其他装备，并击中了无人机车间、弹药库和其他设施。该部说，在库尔斯克方向，俄军挫败了乌克兰突击队针对几个居民点的5次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说，前线发生了95场战斗，其中库拉霍夫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局势依然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一直在采取一切有必要的措施，击退俄罗斯的进攻并稳定局势。俄罗斯南部比尔哥多罗州州长表示，乌克兰军队对沃洛克诺夫斯基区的一个燃料库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大火。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中国商务部9号发布公告，自发布公告之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称，有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日本财务省9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报告显示，受益于海外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日本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为逆差的情况下，7月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显示，今年7月，日本实现经常性贸易顺差3.19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1%。日本媒体报道，这一顺差额是198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的历史同期新高。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2022年、2023年全球报告的霍乱病例数增加 13%， 死亡人数上升 71%。去年，全球超过4000人死于这种可预防且易于治疗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说，去年共有45个国家报告了霍乱病例，较2022年的44个国家和2021年的35个国家有所增加。2023年全球报告的霍乱病例中， 38% 为5岁以下的儿童。 以上就是本期《寰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